有一个人买了一箱梨子，天气太热了，怕梨子坏了，可惜每天挑几个最差的快要烂掉的吃掉，每天挑烂的吃，最后他吃了一箱烂梨呀。有人做了一副对联，上联叫放着好的吃烂的，下联是吃了烂的烂好的，横批是永远吃烂的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我们很多人每天不去想好的事情，天天去想自己过去的痛苦和现在的忧伤，每天活在痛苦当中，最后他一辈子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活着很痛苦。台长也写了一部对联，上联是活着好的想坏的，下联是想了坏的忘好的，横批是永远痛苦着。